欢迎你又来到小泉 TV， 好久不见了各位，两个月了。那正如各位所看到的呢，泉哥去比赛了，去比什么呢？比三铁，三项铁人。那现在准备开始游泳，不急啊、哦，反正让急的人先走，然后再慢慢的从后面慢慢的给他逼近。虽然说是逼近，但很快的被后面游自由式的人呢追过了。本来是想说离前面的远一点，避免一场水中摔跤，却不知后面的人来那么快，结果还是跟人家玩了水中摔跤。脚踏车呢，就没有什么影片了，就附上几张相片，结束。刚刚脚踏车已经骑完了，哦，下大雨，我的天啊！这个时候呢，已经过了五公里，也就是一半，看起来还可以，但是完全不行。体力完全可以，但就是脚步。那后面的影片真的就太乱了，所以就不播了。那结束那一刻呢，是这个样子的。三个小时五十分钟之内完赛过关。那三铁完赛已经是距离现在三天前的事情了。那这三天呢，我都非常非常的认真在做拉筋，还有按摩的动作，希望这次百月初体验呢，能够不要太凄惨。勇士们要背着沙子上山了。星光剑的吗？一根一颗石头，上一颗石头。星光剑好像可以。有装满的吗？装好了。来拿个袋子。对，那个防水袋。我看。看下面的吗？这样有吸了吗？有哈。好。水可以喝吗？跟你们讲哦，这个水啊，尽量不要喝。为什么呢？它是从向阳山要到了，然后厕所的水会流下来。我很常看到有人居居认真，默默的心里想说，我不敢跟他讲了，说哎、欸，你这个是尿的。What？ 没关系啊，有煮过就好。你们心里知道就好了哈。还好我有问，所以你说你是不是问对问题很重要？Thank you.
现在我们已经到了，其实到第一个目的地不会很累，还好，很适合初学者负重上来试试看，觉得还蛮好玩的啦，蛮好玩的，而且自己是很喜欢下雨天，所以啊、哦，太棒了。这个就是我的空间了。灯已经开了，哇！这里是三尖山，3400公尺高、啊、海拔。嘉明湖是没看到了，因为天气太糟糕。这个是小池塘，下次可能对啊，要再找机会来吃米，不然没看到嘉明湖有点可惜啊。这是煮红酒。这个呢，就是在我们山屋旁边的景色了。Damn, shit's breathtaking, man. 嗯 ，somebody camping there, be busting some nuts. Look at it.It's crazy. 这一天就是我们下山的时候了。终于天气好转了，我的老天爷啊！那这一刻就是在救难山屋旁边的一颗非常大的石头，经过它的时候呢，就不禁叫它一声“悟空石”。Go.